你想要跟我们聊天吗？想的话，让机器有反应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啊！我告喊没啊？我喊没啊？其实我现在我讲认真话，哎，两颗，两颗。哦，咱唯一有法度安尼做是安尼啦，正经的啦，确实，我著讲真的，艾米的爸爸嘛是我的长官啦，啊，咱确实啦，咱的退休的老狗无效啊，没有能力。公平正义最重要。没有人愿意希望亲朋好友被欺负的。这一定的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多啊多啊，你是插落就多啊。你一插它就。你休息插落水多。正经的，连插落水多。我赶快插，不然他等一下就生气了。真的啦，我都无叮当，我直接也无叮当啊，无可能我遥控你啊。我今天要跟黄佩芬道歉一下，我本来要买麦当劳给你吃，就忘了。下次。生气了。下次我会买麦当劳给你吃，真的真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哦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就是。你知道黄佩芬的妈妈多伟大吗？黄佩芬的妈妈在这件事之后，因为报纸刊登的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她接受到外界所有的捐款，她把这些捐款付清了她儿子的丧葬医药费之后，然后把这笔钱剩下的余额全部捐给建中，金韩奖学金。然后力量，你敢不来？黄佩芬小妹妹，我是死哥，那天我没有来，然后那天小马有答应你，哦，要带着麦当劳回来祭拜你，也要给物赔啊，然后希望你呢，能够为你自己的案情呢，能够伸张正义，该处罚坏人的部分，希望你能够严正的去处罚他们，该报仇的就去报仇。佩芬，你在吗？我又回来看，有看到吗？有吗？嗯，亮了。我看到了啦，你在是不是？谢谢你让球停一下好吗？我今天答应你的麦当劳拿回来看你了。他是不是换颗亮了？没，几亮呢？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开心的话，可以让其他仪器亮吗？可以吗？还是可以亮一下别颗球？你先吃好了，先吃，你先吃，边吃边测试，帮我们测试仪器好不好？还是他很开心？你开心吗？应该是很开心。你上次不是很喜欢玩音乐盒吗？可以再来一个音乐盒吗？应该来，上次我们来球都不亮，你们有发现吗？还是他一三五喜欢玩球，二四六喜欢玩音乐盒。上次我这次哨兵故意放在同一个位置，你可以不要再玩球了吗？玩个别的东西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啊来啊来啊！你好听话，我的妈！好，你听一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收到麦当劳？你正在吃吗？是的话，也让音乐盒听一下。我喊没啊？我喊没啊？你在吃的是吗？那我现在会打扰到你吗？会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闭嘴。你应该很久没有吃过麦当劳了齁。本好 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你先吃，不要生气。
先吃先吃，是不是要等香等点到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？哎，好，你先吃，好好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那我们跟观众聊天好不好？那你如果吃到一半休息的时候，再帮我们摸仪器就好了。好 ，OK，Thank you。越看越看，嗯，哎，这边坑坑一种，嗯，看到不？嗯。有能力的话，希望你去执行所谓的报应啊，公理、报应，执行应该有的正义。在场一千多位的观众都很支持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越红，越红。哎，嘘嘘，这边坑坑一条，嗯嗯嗯嗯嗯，我看到不？嗯。有看到，有看到吗？就那个，我们先等黄佩芬吃饱，好不好？黄佩芬记得哦，吃饱，仪器亮一下，让我们知道。哎、欸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五行吗？嗯，而且还亮不同颗。哎、欸，但是现在香还没烧一半，你可以再多吃一点。有看到吗？有看，真的马上亮了。我看到不？它亮不同颗，好，吃饱了是吗？还有那个我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你想要跟我们聊天吗？想的话，让机器有反应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啊！我刚喊没啊？我喊没啊？其实我现在我讲认真话，哎、欸，能不能？两颗，他想要跟我们聊天的意思吗？对，黄佩芬妹妹，你在吗？我叫史哥，可以跟我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我们下一回再带过来。什么大？鸡排？你是喜欢吃麦当劳的吗？嗨，你是在叫我的名字？我想请问你，那个嫌犯车上的玻璃碎片是不是你的？黄佩芬，你有吃饱吗？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黄佩芬，你记得你同学的名字吗？花店同学的名字。花店同学的名字。你知道就是因为他改了口供，凶手才会无罪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会不会很生气？你觉得法官判无罪这个判决，你会很伤心难过吗？你会很伤心难过吗？你会很伤心难过吗？我想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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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知道。